那比？有了宜兰饼啊，宜兰饼好像都是来这一间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我有带你跟小阿姨来过、啊哦啊，对啊，忘记了。来啊，我们上次也有来啊。上次有来啊，这个宜兰饼都还没直接买呢。哦，我们两个来。进他的工厂。嗯。来啊。观光工厂。300公尺后，请请打造中二交流道。这是蜡笔小新。蜡笔小新。错，错，错，蜡笔工厂。错。他只能，他只在家捏一个。我教你怎么做蜡笔。真的。蜡笔城堡。请进匝道，中二交流道。接下来，请靠左行驶。知道，那等我就给你去。我们看你要买，我们买。下高速的都要下高速公路的，谁要去服务区？不是要下高速公路，就是刚要上高速公路。对啊，然后他要在这边盖一个服务区，你不会觉得很瞎吗？啊，有可能是之后跟苏花改如果连起来的话，这个就有用了。但是如果现在是属于没用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后来好像有在往后，应该是要连，不然这样很不方便。等于是你还要下苏澳走苏花改，那全部的车都塞在苏澳里面了啊。是吗？那你至少要有一个快速道路可以连过去。他不能直接这样转，对，就这边都这样，就算他们要过来，都不能直接这样转，都要回。也是都要过去，然后再右转。对。再来一次，我们换龙，换龙，我们两个要压，转哪边都是我们。
那哪边都是鸭阿嬷那边。哪有？